来来来，接着，刚刚打一个16瘟疫，其实没有过，黑到傻。对，哇，隐身过去你要怎么带奥曼啊？白痴哦、喔！后面补吧，他们那一只大怪等他。我现在没土哦。哎，我偷，加15%伤害。那怎么死掉啊？干掉！我当时又触发了。哎、欸，这不是？哇！开场就……这猎人，怎样？这猎人伤害那么低，还不吃食物啊？他不那个一下吗？禁锢射击，对不对？你想说的是这个？对啊，他，他连晃速的射都没有用，感觉就不行啊。他们一点禁锢射击啦，没有射击类是原本就有的啊，少对哦，我想说，我看哎，真的哎，因为他的禁锢射击是另外一个，干你娘！哦靠北，这乌鸦在冲山小啦，为什么突然从我旁边飞过去啊？你的，因为我刚刚全程只有看到我的冰角，其他都没有空掌啦，顶多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哦，对，刚刚那个仔五针有踢。踢一下那个晕的，没错。对，
当然踢完后就没了。他真的一个禁锢射击都不用哎、欸，省起来当传家宝吧。我想法可能省起来当传家宝吧。对啊，刚刚牧师都恐了，我也冰脚了，我还是没看到他的禁锢射击啊。你看到现在还是没禁锢射击啊。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一个禁锢射击，然后一个冰冻陷阱在这边冲他脚。然后你看，那个武真都把他丢黄了，他还不愿意放。哇哇哇哇哇！哥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了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卵你还没丢哎、欸，丢了。哎、欸，来得及吗？就有点难哎、欸。他在 A 小怪，我操！他妈的！刚刚站的位置太不对，对我刚刚站的位置不对。我是希望他知道不碰了。没有，可以了，过了啦，过了吧？哦，有有有有有，等他火，干得行。布置还没到、啊，
欸，你不要动了，你不要动了。啊？那个是牧师哦，不是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是牧师。你要想哦，其实只有我跟你在语音而已。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讲一下，那是牧师哦，那不是我。等一下，我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喷我这边呢。是一只会玩的坦克，我面向我会带的。因为有对，没错，就是有人不会带，然后我障碍没有开爆发，然后就触发档次，然后我现在又没档次。你要站近一点，然后来弄哦。哎，好 ，OK，OK，OK, OK,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会的，会的。我们已经学到教训了，就不要再犯这种傻事了。我只是没想到那个 DK 就是没有晕，你懂吗？嗯。我等等过去，我等等。没有啦，没有小怪就还好，没有小怪就还好。没有没有，因为刚刚有小怪在我面前，刚好对，就是那个自爆虫来了，嘿，吐一下，来。哎，这我也是打野团才发现的，原来可以用那个晕眩技能哦，被中断了，对，就是让他下来，让人下来，不然以前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就只知道硬补而已。然后法师就是兵将，当然法师通常都不会被抓，弄过去了。不要断法啊！干你啊，弱智！有啦，炸到了！不要这样嘛，人家要不要断哪都不知道。好哦，这个马卓会吸哦。这个马卓会吸，可以。猎人的断法又在装饰品了，他这宁愿放着，他也不断呢哦。啊，断法会让他没办法唱瞄准射击啊。屁呀！真的啦，断法会中断啊，会中断瞄准射击啊，还有急速射击啊。我没有说错嘛？对啊，对啊，人家就不希望断法。去死啊！干！我刚说有道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断一下，我看到了。哦，有套断了。哦，等一下好大方，对不对？对。牧师间觉得我很奇怪，妈的，我站什么鬼尿鬼位置啊？就是要与疏远人群，你知道吗？那下补得到就好了。玩哦！不会引到吼。好 ，OK， 断法 ，OK， 过来。一样转平台在那个吗？我觉得开场就歪歪。开场哦，那我歪了。趁我没有打着，我就送你们吧。啊，送你们歪歪，千万不要
送你们 YY 跟我对跟嗜血哦，嗜血跟那个傲慢哦，还有傲慢哦，他们刚刚才吃了20秒的傲慢哦，我不要再打输我了，我过去一下。当心！刚被踩到了，痛哦。哦、欸、哦，还是中了，中那个痛哦，对，痛哦，那个 A S 那个什么那个叉叉那个十字，我、哦、干那个十字我真的不会看、欸，那十字到底怎么看？那個、对呀、啊，我也不会看，我也不会看。对啊，干那十字到底怎么看啊？害我都已经绞掉了那个闪现了，结果屁眼中弹。而已啦，对，嗯，你看他们多吃了20秒的傲哦，傲慢打赢我哦，按你哪里？我想说是不是他的正面？可是现在重点是，哇，我踩死了，没关系啊，快掉了，快掉了，可以，啊，没有人过他，你放他自己放，他自己放，对，就只能放了。没有啦，武僧可以活啦，只是哦哦，这时候机场就先挂那个。那、欸、我的右键。从上一场就喊右键喊到现在，不是他就时好时坏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又突然又不听我的实话，然后又一直在那边给我乱转。因为我很常用右键，就是东看西看的。要不要加那一只？当然要啊！干！干！怎样？他用右键把我的那个什么法液取消掉。我他妈开下去炸一下，然后他就把我取消掉。我快炸毛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我是怕等下用 ADD 到那一次。因为 ATG 就是直接灭了。你要扣吗？那个第一个盾。要。
干我就靠右键吃饭的人，你他妈的一直给我，我快暴走，我快暴走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不是因为我很惨，我真我干你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他是说丢照明弹冲山小啊？哎、欸，哦，好没事。你拉的。哦，我的右键不要再丢高了啦！哎，干哪几百？三分钟哎、欸，好像有点赶。所以其实你法医的技能是拿来那个的、欸，来降你大招的 CD 的，不是来打伤害的。对，没错。这个伤害其实有，可是就是主要是拿来降 CD 用的，因为不降。我的大招 CD 会有点久，像现在，等一下这只傲慢我开场没办法爆发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漏 miss 掉一次了，还30秒哎、欸，干，等于是我等一下只啊还是爆得到啦，毕竟，哎、欸、你还是有那个吧分身哦，我只有，我有忍住，因为我刚刚一直都在爆气那个什么。右肩，对。看最佳北米局，看又被阵地刚好，我、哦、干又是他妈阵地，又是他妈阵地。对，你看我最佳最需要北米，就是最好抢伤的地方，我没抢到啊，所以我现在打出他们超多一大截的，超他妈一大截的。我跟他 OK。有分身吗？还没有，没有。这个要四波，要第四波我才会有。等一下，没有跳。干又他妈的是阵地，啊算了，操，妈的，所以我真的是很讨厌阵地开法师打，不，就算是上个版本也是一样。这不是有一只紫色的吗？为什么会是紫色最后死，然后其他只是先死？我不知道，怎么？对啊，对啊，我看你们都打4000哎、欸，
我操，怎么打的？拜托，我的右键不要再玩我了，那我好好开个爆发吧。啊！为什么我操他妈的，都刚好压在那个啊，这么刚好，哎，每一个阵地都在我的法叶时间呢，我每一波法叶开下去就阵地，我从三王开始到现在都这样，我刚我好难过，让我不行了。是啊，八分钟够打了，不灭就是够打。我靠近牧师，牧师有 buff。牧师不要那么远啊，吃不到你的 buff、啊。没有啊，怎么吃不到他的 buff？ 好久了。对，那个距离要够近啊。10%哎、欸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、欸。对啊，10%减伤，然后他还有吸红色的，所以有15%加速。十五加速，不讲话。5, 4, 3, 2, 1。傲慢，他的魔应该一定是满的吧？放心。干！第四层被他唱出来了。可是就算是四层。你看补师他补的那个我们的血，看顾讲话，妈的，没办法，顾讲话，可尴尬，这样子，那个开爆发了，五针。放心，不是加油啊！放心，哦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捕尸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觉得捕尸的问题？有，我感觉出来了。对，真的，我刚真的就觉得，就是我刚讲的，你看那个四层下来后，我们的血稳的一匹，啊，我的血有点不太稳了。啊，你是坦克不一样。拜拜有，干根本就是捕食的问题。哎，嘉义，开场，我们吃饱再来打这只。开场歪吗？啊，反正你抠我就歪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老样子。别了吧，别了吧，开场别歪吧。好，反正你要歪你就抠我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行啊！因为我发现我跑错地方了，我不应该跟着你过去的。
我先说，我刚不是说你哦，我说我。哦哦，但是你要死了。跑个跑个跑个，跑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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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秒低，秒低加火法，哇，这个阵型就是不能被震，震了咱们就去了。哦，好烦哦，烂。嗯，I don't know。树，他树人叫他这一波，啊，我下一波怎么办？嗯，我无所谓，变单前战斗。我不是进来前才换过吗？哦，下一波没有树人哎，要怎么办？不会啊，飞过来，你等下快死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树人了。因为我记得树人一分钟而已。树人几分钟啊？一分钟一次。哦，一分钟一次。哦、对，所以我说啊，你快死了之后，他就可以叫树人了。好。哎呀，我在干嘛？嗯，差不多，我真的快死了，他的树人就出来了。差不多啦，一分钟差不多啦，因为刚刚有飞过来的那个时间。嗯，然后他的树人死掉了。很正常啊，树人这个树人一直以来都没有很强，就是吸个一秒。哦、那一秒就很重要啊，那一秒就够我跑了。我相信那一秒应该我可以从这里跑到二网了吧？没有啊，二网太夸张了啦。就我应该可以跑个100公尺吧？魔兽的100公尺还蛮短的哎。你确定一秒你可以跑100公尺？我给你两个闪现加上法叶的闪现，你确定你可以跑到100公尺？你这是100码吧？啊，单位是一样吗？我不知道。Y。嗯 ，Y Y 啊。这时候来地震是三小啊。为什么要来我这？哎，靠北啊！他是不是被打出 bug 来了？哎，你小心哦，靠北啊！他刚被打出 bug 来，你有看到吗？什么 bug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爆一波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现在，你看，他就在上面那边乱飞。他正常来讲应该是会直接这样子盘旋才对，可是他刚刚上去就是直接乱飞。是啊。对。然后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冲三角，朋友。
没有，我没有那个。嗯，有全部出来吗？有啊，哎、欸，干、哦、掉完了。只是还在可接受范围。他的树人该出来了吧？有啊，出来了，死掉了，狂怒扒一下子，死去，直接死去。跟着跑，跟着跑。我的 DPS 表又坏掉了，应该说它会记录，可是不会切换。啊，又不会自动切换，烦死了。嗯？嗯？嗯，不要怀疑。刚开始打的时候，我也觉得，嗯，为什么这边要放一只傲慢？哦，原来这里放傲慢的原因是因为为了让二王有傲慢，然后这样子二王就是傲慢加 YY。哦，没有啦，我只是刚才在算大招时间了，因为我大招好，然后我正想说直接去开下一波的时候直接开开大招，结果嗯，哦，傲慢。因为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傲慢前一波就歪歪开掉。没有啦，通常王周就是这样啦，小快周就是打另外一边的啦。没有，我现在还不是坦克，所以我还不知道，就是我自己还没有去研究，所以我都是看你们怎么打，就随便。我很 feel 的。哦，冲路。看，还好他有给我翅膀，不然我的挡死又喷掉了。
什么？鸟姬竟然在这个有减伤的地方打星火，打 AOE 技能，我还以为他会直接爆一个那个，啊，现在才开始爆，哭，哭啊！对啊，我以为他开啊，他刚刚应该在 CD 啦，所以没有爆。我想说，你不要哭了，那就是小队长啊，想说给他爆，然后我就爆另外一只。下啦，我没有招，干臭弱智。没关系，他已经变那个种子了，种子。他帮你开呢，他帮你开偷袭，牺牲自己的种子。哦，结果人家只是跳到桌面，自动按自动跑吧，然后跳到桌面，真的是趣味。哦，树人死掉了。我的右键真的是会把我玩死，看你咒骂嘞！我的他妈哦，还想说已经好了，他妈的又给我出，好，看来我真的要换话术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可是现在换不了话术。欸，你知道这边其实如果直接单抓巨人是有办法分离的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、可是这就是没意义、啊。这是网中，应该是不需要单抓吧？哦，没有，我只是因为知道了新的消息而已。哦，对，我是知道可以单抓，可是我不会啊。其实没什么意义啊，老实说。啊、所以要怎么单抓？就是直接抓巨人，直接炒巨人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直接炒巨人，跟那个血红拿盾后，俊俊的不是有三只，一只是那个石头、欸。对对对，跟那个可以分离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。哦，当时出发了，靠腰啊！对啊，那个三波打完，傲慢。三波打完傲慢，对啊，刚好。对、啊，这波打完傲慢，这波我会插毛，这波不插毛会出事啊。
不动了，我不动哦。等他开场直接歪歪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刚来死，刚好地震结束。5 4 3 2 1。放心。面相不好。放心。哇，这充能的位置不好。放心。差点死掉！啊，注意啦！哦，这次最难了，这次过了就简单了。对，这次过了就简单了。我看那个他的那个黑暗瞬那个跨瞬步真的超痛，我在补那个暴君只是六成，虽然我装的那时候很低啊。看他那个戒律真的是爆肝难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掉血是很快、很痛的、很快那一种，比尾王那个什么、那个三只小怪强悍之后还难补。那个掉干难补是不是？对，又要顾坦克，又要顾他，我操，超累的。我知道。真的哦，我那时候补，我第一次补的时候，我就哇操，怎么硬？啊，不就还好，我那个临场反应够快，我还知道挡补要怎么去抬。抬血是最快的。哎、欸，安抚。哎、欸，那这只要打。好，这只是补趴的。啊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有一只，一只，你不要。我很讨厌，我很讨厌单打一只，可是没办法。对，我知道，你有说过。哦，小弟下去了，干！小弟下去了，哎、欸，有人，哎、欸，哦，这边跳着上来哦，嗯，可以，安抚加光就跳着上来。你要不要先清前面小怪？你是要清这一波对不对？你先过去吧。要。我不等小弟了，这个那个还好，这一小波而已。应该是一小波就 boss 对不对？对啊，就这一波打完就 boss 了。好 ，OK， 那过来了，过来了。没有，现在才过来，现在，因为他这个毛会转弯，我已经被插一个了。因为我这里会流毛，其实。不是啊，我们太早的话，他会提前唱吧，然后提前唱完，他会提前回头，那是超靠北的。干！
心啦，小弟不需要啦，小弟隐身，隐身就过来了。小弟呢？ Five, 应该有一只猫跑过来在这。Three, 哦、他起坐起， two, 等他一下。One, 还没，还没，他太远了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往后面啊。嗯，有点远，不过还勉强 OK。等下要怎么吃？你吃？看起来好像只有你吃。不至于到我全吃吧？你可以吃一些，我也可以吃一些。他是几趴要进阶段，我在等他嘞。没有啊，他就是那个啊。我他打到下面那场没人要他进阶段啊。好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好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你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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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，我吃，我吃。再给来我一口。你香 ，OK。我干，这 DH 这单体怎么可以这么烂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嗯？哦。哇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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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单体这么烂，有一点。没有啦，也不能太早往后啦。阵地的关系，所以他们不能太早往后。没有啦，我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要大家放在一起。哦，哦，我刚才发现一个这只网的。踩地板可以拉开，然后不让它踩。它是距离的啊，它是距离的，所以可以。真的吗？对吧？它再也踩不到我了，它再也踩不到我了，再也哦。你等下试试看，我记得它是距离，因为它不是点名的，它是正面一个扩散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因为那时候谁？它是正面，它是正面一个扩散啊。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你全吃哦，死了就死了，应该也没有下一次了啦。哦，对，没了。你知道晋升有一个 bug 吗？伪王有那个，就是有一个先跳下去拿一只毛插网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会有球，然后让他不上去。可是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所以我还是正常打吧。我全部正常打吧。那个我们等下次打 evening 我们来尝试。那个应该还有，因为我记得那个哎、欸，所以你有看到那个影片？那个影片发布的时间没有很晚、欸。所以这三只是先拉哪一只？这三只正常应该是从有一只那个会群体 A O E 那一只是最后，对，然后其他的就还好了。哦，你这么早就给我注入，可是我还没打到地下暴击啊，我还没打到地下暴击啊。对，哦对，哎、欸、真的，你知道我在玩。因为我那天不是有跟你说，哎、欸，我突然想要去玩一只火法，
哎、欸，对啊，有啊。然后我被插了，我被插了。然后发现没有地下暴击，我他妈跟垃圾一样。对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先打到第一个低下的暴击再爆发，那个效益才会完全出来，就是爆发效益才会出来。这 DH 的断法被断，但是 DH 的喷被断法了。他要给树了。我觉得他先消头痛比较死，不是消狂怒比较死机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与其在那边给我树人哦，真的是不如。哎、欸，谁开的？我不知道。我看到他飞下来了，我就唱罢了。所以不是你开的、啊，但不是啊，好远哦，给我近一点，我想喷一个，主要这是 damage 超低的，哦哦哦，狂怒太晚消了啦！狂怒太晚消了啦！要先消啊！也没有了，对，也没有了。他有消啦，可是太晚了。他说地狱30%，不知道多久才消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闪好？你有没有闪好？我不动。OK。也不是帮你帮他出团，快点哦！没有啊，八点半才开始出啊。我只是说八点半以后我就不想，我就不打了。可以不要打了，就不要打了。这样打一打，我想打一点轻松的，好不好？然后陪你老婆是吗？啊？那我老婆还没回来，她去产检还没回来。5 4 3 2 1这 DH 不是1000多1000几，你 DH 单体就是这么低，不要怀疑。哦，没了，再给你。怎么会这揭开？差不多了吧？嗯、好了，其实它每一阶段都一样。可是这揭开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因为尾巴，哦，
尾巴开也是可以啦，只是我通常都这个接。哦，看来咱们俩打法也不一样哦。嗯，对。往往的都是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想说尾完了，我就懒得等你投了。哦。然后我的爆发又好了。干你妈，吓死我了！这样你差点死去了。我差点跳不进来。你好意思？叫你上去，听不懂是不是？上去！我的爆发好了，你还不上去？他最后也在乱给了，那个翅膀，他翅膀也乱给了。可以啦，你看看这 damage 三波下来，三波都有大招，哇，超爽的，你知道吗？跟瘟疫一样，超爽的，只是瘟疫打不起来。有加二是不是？没有加一，加一，加一，好可惜。哎、欸，苦痛哎、欸！加一干，开奖。好，这一把到这，谢谢大家。都是我们不曾打过的。